加强农业技术的交流，有30人届土生血后生的农民组的农业考察团，去到花莲的农改厂，向了解对花莲被限制孵化支付的农改厂研究员全中火，针对孵化等提提农作物的栽培技术的学习，希望带转西部去持续推广。就是100朵花里面只有2朵是母花。花莲孵化支付也是花莲农改厂研究员全中火，详细为农友解释孵化花莲自动五号种细型三孵化品种的生长特性，讨论包含温室、外配、老加工两条技术问题，甚至还有农友持续困难上个孵化，想到新品种带种是持种困难，还要再继续研究看看我们的海拔啦、气候、土质能不能种植啊。山谷瓜用来就突然许摸两种产业。就先来看了，啊，来学习，哦，掌握地公了，四川古瓜也蛮重，也蛮应该，又嘛个产值又几多？总共35届从土壤下种类，从有机抢出果子个农民，了白主催来发展学习，除了孵化之外，还有怪西到冬季了掉，发展农改从提有经济作物品种个有新知识，佮着希望做得结合自家本身种东西个经验，持可能汉卡多有市场竞争力个经济作物。还有包含呢，你到山东的拉拉山，到海参的，总有到13个13的向景区。这样的一个种的话，在给我们这些青农看了之后，他们会去考虑说，他们如果将来要在设施下栽培比较高经济的，要怎么样来选择这样。在花莲农改厂表示讲，立下花莲三孵化冻豆种品种已经选出首选2、3，南北也会到作物着手之后该处理，还有应用研究方，添少了各地农友交流推广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花莲报道。